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是给大家做一道油面筋塞肉，这是一道非常典型的江南菜。我印象中啊，是我们老家才会有的，就其他的在北方好像没有吃到过。无锡有一道非常经典的菜叫四喜面筋，然后那个菜也是非常好吃，我下次可以给大家做。今天呢做的是一道比较家常一点的，就是把肉塞到这个面筋当中去，然后最后再红烧，也是非常好吃的一道菜。然后今天用到的材料比较简单，我就介绍一下。首先用到的是这个肉馅，肉馅你自己剁也是可以的，我今天就偷懒了，买了这个瘦肉比较多的这个瘦肉馅。然后还需要这个油面筋，油面筋就是这种，它里面是空心的，有很多人吃火锅的时候会特别喜欢吃这个，啊，这个也非常棒。然后还需要一些葱姜蒜，然后因为麝香妹子不爱吃那个姜，所以我就不放姜了。然后还有一个蛋，这个是男粉丝赞助的，也是非常的棒，非常的棒。你看这个大鸡蛋，上面还写着什么？哦，不对，正太鸡蛋。你看这个男粉丝赞助的，非常棒，非常棒。当然，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家宝贝洋葱了。然后，因为我们家洋葱已经坏掉了，所以我们就在这缅怀他一下。一定要洋葱，洋葱对这道菜的提升非常的大。只要有它在旁边，就能够让这道菜充满爱，让你感动到流泪。一定要有，一定要有。然后把它放到边上。有，别！呀！这个。好 ，OK， 行吧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来处理这个小葱的部分。小葱呢，要切成末，所以我这边就用这样的摇的方法去切末，这个也是比较简单一点的，千万不要切到手。我这把刀我之前都没用过，你们可能没见过那把小的，因为它用切水果用切的。这把大的这把我还没用过。好，差不多就行了。然后把这个切完的这个。放到这个肉末当中去，可以了。OK， 那接着我们来调味。我这个地方用到了大概是400克左右的肉馅，所以你们也大概照着这个样子去做。首先我们放一些鸡精，这个鸡精我很少用到，但是为了调一下味道，我就少放一点就可以了，就不要太多。然后还需要放麻油。麻油的量呢需要一勺，大概5克左右。如果你 不是很习惯的呢，你就可以用秤去称一下。一勺麻油，哇，非常的香，这个是妈妈牌的香油，非常的棒。哇，好香，我的天哪。生抽一勺多一点， OK， 太棒了。老抽呢主要用来上色的，也是大约一勺。哇，这个颜色非常的棒啊，太棒了。然后料酒呢，我这边建议大家少放一些，因为这个也看料酒的牌子，有的料酒它味道比较重，建议少放，要不然会发苦发涩。然后我这边也是放一勺。哇，已经浓郁到了，闻到了非常浓郁的味道。然后紧接着往当中放糖，糖的量呢需要比较多，然后大概其实也是5克左右，然后我这边大概是放2勺。你也知道我是放糖狂魔嘛，可以多放一些。然后少量的胡椒，这个其实也可以不放，问题不大。然后还有一些春药，加春药呢能够让这个菜变得更刺激。春药的量大概是1克左右，这个我跟大家说过了，就是不管是谈恋爱还是做菜，这个用药啊一定是感情为主，用药为辅，给他按摩按摩，给他增进感情就可以了，千万不要下太多的药，对身体不好。 OK，然后紧接着往当中放这个淀粉，大概需要这样的小勺，一勺半的样子就可以了。最后把这个男粉丝赞助的这个正太鸡蛋加进去。爽，太棒了，这样所有东西都混合了。然后把它搅拌均匀，按一个方向，一定是一个方向，千万不能是反方向，一个方向让它搅打上劲。如果你觉得这样搅打上劲不是很好用的话，那我们可以用手去。然后之前很多人给我提意见说我觉得我手太脏了，那行，我给大家戴个套，戴套能够让它变得更干净一些。对啊，这个一定是注意一下安全。对，然后之前我也看了一个新闻，问大家说避孕套和安全套的区别是什么。说实话我以前也不知道，我现在才发现其实避孕套和安全套还是有蛮大差别的。避孕的主要功能是
避孕套的主要功能是避孕，然后安全套的主要功能是防止疾病传播，所以大家一定要谨慎的选择，就是对吧，结果怕大家用错了就会对身体不好。 OK， 反复的这样搅打让它拌匀，同时能够让它上劲，因为我们里面放了鸡蛋和淀粉，它是很容易上劲的。哇，这个肉好冰凉啊，我的天，这个肉因为是从冰箱就超市买回来，它是放在那个冰里面的嘛，特别的凉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天，爽。哎呀，只要一个手套呀，我这样带两个手套好浪费啊，这手套留下自用吧，怎么样，把这个手套脱下来节约用钱。嗯呀呀，单手脱套牛逼，把这个放在一边节约啊，节约节约，省钱没用，这个只要一个手套就行了。哦，反复搅打让它上劲，这样摔一摔，摔一摔，这样会让它口感更好。哇，这个地方的量大概能做15个左右的面筋。哇，爽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就这样，就这么干。OK， 然后把它放在一边就可以了。OK， 那接着我来教大家处理面筋的部分。面筋它其实是不是中不，它是中空的，但是那个空冰的空的不明显。首先你需要拿这个东西，看到了吗？然后从这个地方，然后一伸，然后把它戳进去。然后这样，它里面它其实是还有那种空絮的，所以需要这样再搅一搅。呀呀呀，这肉塞不进去啊，这样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把中间掏空啊，掏空，然后往里面塞肉。这个过程还蛮，哇，这个肉好扎实，好扎实，塞不进去啊，不太多了呀。一点一点，这个很耐心很细致，需要大家千万要注意一下，不能够放弃。哎呀，这第一次做，我以前在家做过好像，但是没感觉这么难啊，怎么这么难，他妈呀，塞不进去啊，这太多了吗，哎呀，怎么回事，我的天，我操，尽量把它塞实一点，结实一点，这样能够让它煮起来更饱满，否则的话就不好看。我的妈呀，是这个洞太小了吧？咦咦，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，然后这都裂了，我的妈呀，都被我戳裂了，我的天，是我太用力了吗？这样就差不多了，把它塞满一点，然后我们继续塞。咦，这个怎么长成这个样子呀？妈呀，试一下，哇，妈呀，再看一下，其实你看它其实里面是就不是完全是中空的。呦呦呦呦呦呦，可是看宝宝，看宝宝，等会再录，等会再录。 OK， 那我们继续啊，这个一不小心这个洞圆筒太大了，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，千万别洞圆筒太大，洞太大会就是它会煮到最后就散开，所以很尴尬，这个多弄点这个肉。哦，宝贝哭的嘞，我的妈呀，好伤心啊，等会给你做好吃的呀，不要哭啦。因为但是洞眼大的话会好塞一点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，心疼，不行，鸡蛋来啦，你继续啊，继续啊，把这个塞满。哎呦，我还在哭，我的天哪，上良心了，上良心了。啊，这个差不多就行了，差不多。OK， 那我就接下来就不给大家录，大家就自己照着这个学吧。我找到了一个办法，还不错，挺好的，就是这样戳进去之后，这样先转一圈，把里面那个都把里面那个东西都让它靠边放。然后呢，我把手套戴上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发现就是这只手配合一下会更好弄，就我这样放着，然后这样塞，筷子和那个一起塞的话会比较好操作。然后这个多塞一点肉，那样吃起来口感会更好。OK， 就这样往里面塞，然后左右手配合上，然后哎呦，有点差点跑掉了，太棒了。等一下，然后这样，你看这个，基本上就不能再塞更多了，这个就说明它塞得非常的满。然后这个边缘就这样稍微的刮一下。OK， 我们继续，然后也是一样的方法，从这个地方戳进去。哎，好像有什么东西一样，我的天！看到没有，里面好像有个东西，我操，
我操，我的妈，会玩。哇，我的妈呀，这么牛逼吗？我靠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啊。这什么呀，优衣库的呀，靠，优衣库的。我巫妖王的厨房，巫妖王666.淘宝.com，非常牛逼，非常牛逼，巧妙，这广告植入毫无痕迹。而且你看啊，我刚才过来看一下，刚才我没有观察到，你知道吗？这里面这个特别的特别的隐秘，我的妈呀，我刚才自己都没注意。天啊，天啊，哇，爽，我的妈呀，这个看到小朋友们根本把持不住啊，这个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，看了根本把持不住啊，我的妈。 OK 那我们继续 OK 再给大家读一个吧，既然这样了我就干脆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是怎样的吧。我直接切掉了，直接切掉。 OK 看到吗，其实里面是跟面包一样的，它不是中空的，它需要这样用手去加点力量把它弄开。哦，被我捅破了，我的天，果然还是我比较厉害呀，一步到位。OK， 把它这个塞满，尽量塞满吧。没多少了，就把它都塞这里面吧。呀，塞不下了呀！呀，气，还能干上吗？肉都露出来了，别浪费。差不多，然后还剩最后这么一点点肉，我就把它都弄好吧，千万不要浪费。现在比较穷一点，找别的这些没有塞满的塞一塞吧。Okay， 塞到这种塞的不是很满的里面，行吧。锅当中倒一点点这个82年的葵花籽油，一定要用82年吧，它能够让这个油让这个肉非常的好，更加容易成熟，更加香。然后这个地方小火就行了，不要太大的火。然后把我们刚才这个肉反向放下去，啊，粘锅，就这样，让它稍微下去煎一煎。然后这一面朝下，呀，烫死了！对，放不下了呀。老外做菜都是这样用手的，我也学一学老外。最后烫成傻逼，好多呀，这个真的很隐秘耶，我的妈呀，这个肉洞里面塞满了肉，我的妈呀，太可怕了。 OK， 那接着我们往里面加水，水的量大概是没过这个一半。哇，差不多这样，有大概一半的样。开大火煮开，紧接着我们来调味道，生抽、老抽，不能太多，推一推，别让这个气太多，我的妈呀！然后加生姜，两片放进去，去适当的去一下腥味，糖，两勺，大火煮开之后转中火，然后焖一会儿就好了。大家看到煮一会儿之后，这个面筋就会收缩，然后紧紧的附在这个肉丸上，然后这个味道也会慢慢的进去，非常的好吃。然后就这个样子，等会儿之后再煮大概5分钟，就可以收汁儿，之后就可以出锅了。OK， 基本上汁水抽的差不多干的时候，就可以盛出来摆盘了。然后把它盛出来，哇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还基本上还是比较圆润啊，比较圆润。哇，他妈呀，应该会很好吃。OK， 太棒了。我们把这个，你看这个像最后这个外面一块的，把它放到藏到底下去，这样就不会太难看。OK， 饱满，你看个个都非常饱满。哇，我的妈呀，这个太好吃了，绝棒，绝棒。OK， 上面撒上一点葱花，把这个边缘擦干净，这样就非常完美了，完美，完美。葱花呢？没有了，没有葱花就算了。好，来尝一尝这个。我看到没有，这个肉丸，这个丸子非常的，哇，不错，味道很棒。不过有一个缺点，
这个面筋啊不是很筋道，我觉得是这个面筋的问题。因为我感觉本身我自己做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面筋不是很筋道，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太便宜了，5块钱一那么多，这个要买好一点的面筋做，但是肉非常好吃。我靠啊，我的妈呀，而且里面的肉非常的 juicy， 非常的多汁，能够看到里面发油亮亮的发光，非常爽。啊，来张嘴啊，等一下烫，等一下咬，你没事烫，你就咬进水，不烫的，没事。啊，来张嘴，好 ，OK， 好吃吗？非常好吃，非常好吃，点赞，点赞。